那么这是可能后天的家庭。那么既然后天是安尼，那阮就成为一种家庭啦。一父之子，一叔之徒，其实拢同款。那阮以咱祖先来讲，是先天的兄弟啊。那这个肉体是后天的兄弟，但是以咱人的祖先面啊，先天的兄弟。所以咱道场讲尊严提高，心中体啊，这是咱道场的文化，是咱道场的伦常啊。这非常尊贵呢。道场是讲，为什么咱爱尊严提高，爱尊严？为什么天人者有应得我的真理之分？那个想看麦，当我打球到了，我拢唔捌道理，是啥人咧敢教？是啥人咧敢关心？是啥人咧敢演的？是啥人敢应得？前辈者，是前辈者，所以前辈者对咱华学有分啊，所以是一定者。甚至咱依个前辈者，我那爱华学的心，咱甚至来提起咱的华人啊，把迄个精神，把迄个精神来启下来提好，迄个文上，迄个文化。其实先火天的道理都是同款。他说：“咱在道场上面之外，公修上面之外，乃咱上下一关，前后相随。大家携手向，携手同心同力，团结一致，来向道来拜。那叫做铁啊！来讲中。”中也忠心耿耿，忠实正直，性情纯洁，热忠公义，忠义国，忠义道，忠义事。什么叫做忠心耿耿？这句话咱定来听着，每人都对伊忠心耿耿。所谓忠心耿耿，一心一意，一念忠人一心尔，那两心就无忠心耿耿。所以讲忠心耿耿。一心一意，什么叫做忠心耿耿？伊袂见异思迁呐。既然是一心一意，把伊袂见异思迁。什么叫做性情纯洁？无半点的虚心建议。安怎解释无？无半点的虚心建议，其实中人啊，无半点的虚心建议。那么，对着这个公益。代志呢，非常热情。那么，既然忠是咱呢，那呢，咱们忠的对象是啥物？忠义国。其实，咱老天爷无离开国家，所以咱嘛，咱要对国家尽忠。为什么要对国家尽忠？因为咱生在这个国家，国家给咱栽培，国家给咱教育，国家给咱保护，所以咱来忠义国。那么，什么叫忠义道？心义书、忠义书、信义书。这个身躯是父母所生，是父母所福。那么，咱今日修道的生命是按对来，按道来，按道场来。我修道的生命是道场来生。我会当名利名道修道是来以道场来成就。那么，既然我今日知影人修道，知影人办道，知影人度人救人，那呢，我是不是要对道来尽忠尽义事啊？出于道中，用于道中，咱来出于道中，咱来用于道中，咱来对道尽忠，对道来尽心尽力，把咱的心甲心，咱若袂啥物敢讲，我的心属于道场啊。讲咱的心甲心拢属于道场。为什么？咱既然咱一切拢是道场人，所以咱来对道场尽忠。那么咱对道场尽忠，就咱忠于弥勒祖师，忠于咱的师尊师父，忠于咱的贤人，咱的经幡师。这个主题了。所以忠，咱来对咱弥勒祖师尽忠，对咱的师尊师父尽忠，对咱的经幡师，咱的贤人尽忠。尊师重道，咱就袂虚心建议，咱就袂退缩不前，咱就袂逆道不前，咱会强烈进步。
因为哪中医道嘛，其实中医道人啊，因为中医自己，既然是中医自己，咱就会虚心经营，咱就会退俗不倦，咱就会虚心经营，咱就会求道不倦。你讲我今日断道断长的，而处断咯，道断拢歹长久啊，暗度人。暗救人，暗参不道场，暗听道理，迄叫做唔得道啦。啊，你咱对道无尽忠，咱对咱自己无尽忠。那么，用于道人啊，等于用于天经。每一个人拢是分天经，奸人嘛是分天经，正人嘛是分天经，助理嘛是分天经，名人嘛是分天经，咱人才嘛是分天经。虽然天经不同款，思维是同款的。拢拢是咧来护道、来助道、来度人救人，所以用于天主讲把责任负起，所地为是。我今日出来什么位，我就做什么位的工作，这个用于天主。是今天所作所为，拢爱配合天主，咱未该离开，咱所做一切，咱所行的一切，唔通离开。我心里是一份道的地主，就为天主。所以，这种非常重要，是比咱的中医书，书包括火天书、先天书，紧盯紧盯，紧盯紧盯，把这件事甲完成，甚至甲圆满，达到中医之信，中医把人对外信任、对外信服，这个中医之信。所以咱信人讲，为人谋事不忠吼，即为人谋，即个忠，我有尽心尽力无？其实咱在社会上也好，咱在工作上也好，其实即个忠，咱本来做啥代志时阵，咱心，咱的内心深处尽心尽力的做。今日华侨一家，你还是报告，华侨的有尽心尽力无？